施主，千万要躲开。走过了一村又一寨，小和尚暗自揣，为什么老虎不吃人，模样还挺可爱。老和尚悄悄告徒弟，这样的老虎最要最厉害，小和尚吓得赶紧跑，师傅呀呀呀呀呀，乖乖乖，老虎你闯进我的心里来，心里来。小和尚下山去化斋，和尚有交代，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遇见了千万要躲开。走过了一村又一寨，小和尚暗自揣，为什么老虎不吃人，模样还挺可爱。老和尚悄悄告诉赶紧跑，师傅。